能够挡瑞空，然后挡家里又挡猴子，然后一讲完他就来了，是知道贴近直接挡下来了 ，Mid Faker 的正义冲拳，但练没有练到，没练到太浮夸，但红 buff 还应该是死了，拿着锤子一直敲 A， 盖一张 A， 猴子想要来救，但好像会变成一尸两命吗？结果是一个快送披萨，擦肩而过，闪练练到猴子交闪下路线，谁是推的？谁是交闪？这已经交闪伤。饭来了，有没有机会推墙呢？普攻翻滚三环，再给他 A 一下 ，A 出来，他最后是闪现过去，哦、还是带走？哎、欸，怎么有进去了？插到塔下，那可能要付出性命作为代价。闪现打他没闪，他想偷大吧？偷大这个距离够了、啊欸，但猎仔的尾端就这，我惊呆了。Faker 三六九生气了，要开砍了吗？诸神黄昏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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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一阵的爆劈，准备要来完成单杀。一灵之门用掉了。所以现在他的队友在加六打起来是没有什么资源的。好、哦，朝凤朝柱有没有机会可以来接一个弹幕？普攻扫射，让 carry 沐浴在了弹幕之下。Okay. 他这样没大，有没有机会被塔杀呢？刚讲完，太阳圣剑就插进去，再有一个阴灵之门的保护，反而是 carry 赶紧交了闪现出来。啊、哦，这个冰霜这波好缓。掠食者开启推走，继续追。基里欧闪现朝凤直接朝两个进化秒解，那雷欧娜可能会成为首当冲收的目标，就是步履破坏者拿下人头，而且准备要再杀一个。手起斧落拿下 double， 但这里的话中路也想要来操作，这边想杀一个悟空是有杀掉，但也要付出性命作为代价。高歌离席，而且还有个 W 技能直接挡住，但还是想要来硬控。往前圣娜登场，直接抬飞日轮圣芒，想要控制，但这时候的话犯了一个绕背，这犯是走一个刺客位，但反而要直接遇到了欧拉夫了。虽然说是换掉了一个人头，但欧拉夫准备要大举的进场。两边打成了一换一，但这是手起斧落，捡了又丢，丢了又捡。直接拿下了暴走，还要继续的开砍，无人能挡的欧拉夫拿下了 double， 拿下了 triple kill， 太狠了，上红太狠了，全杀全杀，这欧拉夫斧要见血，一斧一头，但斧子没有命中，这里掠食者开启往前这一冲拳，瑞空想开往前一挡，直接顶下来，但嘲讽嘲到很多人，范交了一个进化，没有被太阳圣剑给插到 ，Mid Faker 开启了一个惊人，特别是豪云姐的一个大招扫射，欧拉夫了，但这一波的一个团战，欧拉夫已经先行倒下的情况，反而变成红光猎鹰队展开了反击，这里一剑两剑串死了欧，串死了这个加里欧，让范拿下了 shut down， Papi 不差一下人吗 ？Papi 好像连桥都不用啊，直接拿下了巴龙，接着想要离席往前一波控制。然后是卖了一个雷欧娜吗？雷欧娜直接插了太阳圣剑进去，这时候欧拉夫来了，欧拉夫想要砍人，欧拉夫想要见血，想要更多，拿了一个雷欧娜的人头。然后侧边的话，波比也选择卖掉自己，所以反而是波比往前顶进去了。这 W 技能是已经开过了，往前一槽是抓到了对方的打野，开打之前打野先倒，范叫了自己的闪现进化，直接往后拉退，还在操作，但最后的话是被对方给盯上。这边的话，李世清实力大举的挺进，直接击杀掉了对方三人。不可能吧？巴龙剩三千多滴，他眼进去想要敲人，塞勒斯大招下去重击，但是没有中到巴龙。那这样子就完全是励志新势力的机会。这里龙之吐息直接砰喷死了红光猎鹰。有喽。这里受不了了，想要先抓个人，不过控制是被金人给躲掉。现在的话还要来反凶，往前一个嘲讽很痛，然后接着是各种的巨龙咆哮，直接将红光猎鹰队所有成员都给击毙。